叮咛三宝，愿众们虚空之界有情父母脱离扭曲痛苦及痛苦之因，当知一切终极大觉，故为故听闻无上秘法，潜心必往路而发心的。我等历代传承祖师无垢光尊者曰：假性发性，真性无所缘，皆性回向殊胜所摄持，此乃屈辱解脱三要法。所以每当我们在心知一切三法之时，时时要记住假性、真性和皆性三殊胜法的重要性。这两天我们主要所传讲的是假性，也就是法性。因此每当时时都要关待自己的内心。无垢光尊者在《金耀明经》之中也曰：在当今我们具备这么好的缘起之下，却无以虚度人生，当作清净究竟一乐为妙，时时都要在假性法性之上调融自己的心。每当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善法，若要是法性不正，即便所行持的法是远道、近道或接近之道，非成为解脱之因。所以一切取决于依了法性之上，所以时时要关待自己的内心的。若我们每当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先翻观自己的内心，当我们所行持的一切法，不管是自断还是上师瑜伽导修，还是修本尊，还是修前行，还是呢做其他的一些善事，首先必须要关待自己的内心。当法心不正的前提之下，即便所从事的善法有多么殊胜，但非成为解脱之因。因此刚刚无垢光尊者也说过的，法心正性和机性是承办解脱无一不可缺少之方便道，也称之为三要法。一旦要是从这三要法当中超越，即便所行持的法有多么殊胜，今生承办解脱的希望可就不大了。当今我们所从事一切善法，乃至行持一切呢善法，目的就是为了承办解脱的。所以这两天历代高僧大德也在讲，法不以正法而行持，法反成为堕入三恶趣之因。也就是说，要承办解脱，必须要从此以上所讲解的三要法或三殊胜法为要。因此法性非常重要的，昨天所传讲的这些也在讲解见解，也在讲解修行，主要所传讲的是行为如何做人，也就是讲解如何受持誓言。当今很多修学佛法的弟子总认为，若要是对禅定方面有所了解，一切万事大吉，但是光凭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历代传承祖师在各个程派当中都要讲解渐修行果，要承办这样的简介，必须要具备如是般的修行和行为之主板的。若缺乏这种主板，简介可不是你想说生它就能生起来的。常在高原地方乃至在寒地修学的弟子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从初次开始行持三法乃至今天，虽然对简介方面有所了解，但是迅速让简介增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如前两三年在行持着一种善法，到达今年的时候也行持着这样的善法，反观自己的内心，贪嗔痴烦恼有没有减少？由于减少贪嗔痴烦恼的缘故，性格有没有改变？初时间的功德信心和慈悲心是否越来越普遍？当然偏袒心的慈悲心和信心在初次开始进入佛门的时候也稍许具有，但当今我们所从事的善法就是为了更加培养信心和慈悲心，让它越来越普遍，这才是我们追求解脱唯一不可缺少之力量。那么现实我们可以反观自己的内心，从事善法乃至承办解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我们都在追求能不能今天成佛，能不能今年成佛，能不能今生成佛等等等等，但能不能承办解脱乃至成佛，佛和解脱并不在遥远的地方，也并不在某个据点之上或空间之中，而在内心清净之上。如禅宗第六祖慧能大师曰，以心向善者，西方极乐世界即在眼前。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并不在某一个据点之上，当心清净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即在眼前的。即真扎花讲之曰，当他已经证悟到究竟果实的时候，每当他到哪一个地方，即为西方极乐世界。每碰到一个不管是陌生人还是熟人，都是他今生所修学的本尊的，并不是可以改造的，而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尽管五种圆满下面还会讲解的，但并不是把一个不具有的事情转变成一个具有，把没有的事情转变成有的，当然不是这样的。因为当前我们不能看见西方极乐世界，是由于业力沉重的表现的。就像往昔安宗主跟马所传讲般的，当时他把狮婆鞋拿在手中说狮子的时候，若你们都为清净者，可能看见的极为血石的，但是看不见血石，说明你们的业力来自眼根不及所知。如同这个比喻般的，当前我们不能呢享受西方极乐世界乃至解脱之一切功德，原因就在于习气烦恼沉重之表现。因此当我们从事一切善法，都是为了承办这样的果实，乃至消尽一切烦恼，所以时时要关待自己的内心为妙。不能说我已经行持善法有多少年了，我已经修学了那各式各样的法有多少年了，念诵的心咒有多少多，平常念诵的经文一天不少于多少遍等等，要记住光凭这一点是远远不能承办解脱的。有时候我们就站在一种开玩笑的形式之上说，念诵这些的经文和咒语只能说明我们认识到几个字的，但这并不代表着初时间的功德。要承办初时间的功德，它可不是这么一个单调性的。因此我等答案根本上是，那么仁波切时时教诫我们，初行者修法并不重要，先要知道该怎么去修学的。所谓的初行者并不在于时间之上，说我前天并不是居士，今天开始进入佛门当中，因此我就成为初学者了，当然也可以算，当然是一位初学者。但是有些即便已进入佛门有十年，对佛法不了解的人仍旧称之为初行者的。我们把初行者用五道十地来说，称之为小加行道当中的小质量道，称之五道当中的质量道小质量道为初修者的。好，即便是中质量道和上质量大质量道也可以称之为初修者，完全不会有什么过失，因为上面还需要承办加行道、见道、学道和无学道。所以平常时时要关待自己的内心，看看我们对佛法的理解。因为这两天说过，我等到是释迦牟尼佛为了针对八万四千个不同的根基而传讲了八万四千个方便道，若把八万四千个法的都施于在了呢十二部经当中，把它施于三部当中，好，最终施于教法和正法而牟尼宝之中的。那就是说我们先前是否能通达八万四千个法门，就看看平常所从事的教法和正法如何的。当然圆满教法和圆满正法如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圆满，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根据当前自己的根基，好，从事一些教法和正法，这是必不可缺少的。至于行持这两种牟尼宝的渐渐增长的标志，天天都在传讲，反观自己的内心，看看贪嗔痴烦恼是否减少，信心和慈悲心有没有增长。因为无国光尊者在七宝章之中约的，觉醒和证悟很容易错乱的，
觉醒和真我之见解有时候见解方面有所相似，但是真我的时候烦恼会减少，信心和慈悲心会增长，所以它是普遍性的一种功德。因此我们有时候绝不能仅仅顺到自己身上的一种感受来树立见解高低，这里头还是有很多错谬。好嘞，刚刚所传讲的这些道理时时要铭记心中，因为我们这次虽然在传讲共同法，但也可以称之为共同之不共同法。前两天说过，当前我们所从事的善法虽然是无上巧觉大圆满之端与顿超的，尤其站在法的立场之中，大圆满乃一切乘法之顶点，诸法之精华，没有比它更高的法。但是针对个人的根基而论，当前我们所行持的这些共同法就是最殊胜的法，因为它非常适应我们的根基的，因此绝不能来轻视这些法。我们天天都在传讲，对于三等根基的修行者来说，修法是一刹那之间的呢事情。但是末法时代由于终身烦恼沉重的缘故，承办解脱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过程。像这种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遵照历代传承祖师的教义，时时调伏自己的内心的。这两天不是已经讲过很多遍，不管是站在的出离心、菩提心和行心哪一方面，都必须要遵照个人的根基来承办相识的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了。好嘞，下面呢我们就继续开始讲解我们这次所传讲的这部法的。昨天主要所传讲的是法心，法心中分为恶念法心、无极之念法心和三念法心，分为三种。昨天所传讲的就是恶念法心的中分为九尾的法心和三元之法心，分为两种。但这两点呢应该要知道一些，时时要把它作为笔记，并且铭记于心的。因为当前我们作为心之散发者，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完全取决于这种一乐之上。前两天我不是给你们举个例子吗？可能以前在你们的身旁也遇到过这样相似的例子的。比如当前在世上，很多人总认为自己的心地非常善良的，即便其他的宗教他也从事着一些善法的。比如说像有些很受苦的男人做一些救济等等，但这一点不管是哪一个宗派他都在行持的。所以即便是没有什么信仰的人，有时候面对着信仰的居士们说，佛教所提倡的是做善事，那虽然我没有什么信仰，但是平常呢也针对自家的条件、个人的条件，也从事着各式各样的善法。比如说像什么地方需要了帮助的时候，我就根据自家的条件和个人的条件也在做一些帮助的。比如去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可以说是呢不仅仅中国，全世界的人们都能伸出援手。那么有时候很多人总认为做了这么一件善事就如同佛教所提倡的善法一般，没有丝毫之区别的。不懂善法的人可能也会这么认为，是的，我们佛教所从事的善法就是要让告诫弟子们多做一些善事。那平常有些人心地也非常善良，也从事一些善法，那么这两者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但这时候必须要认识到这两天所传讲的法义，一个没有信仰者从事的善法与我们先前信仰佛教而从事的善法，从表面上没有丝毫之区别，但是佛教具备承办解脱众多之因缘，一个没有信仰者是不具有的。所以即便呢表面上从事的善法一致，最终得到的果实有天地相隔。那时候我给你们举个例子的，我在汉地的时候有个居士问我的，说今天在他们家乡来了两个道士，到家里呢两个道士的，给他们也讲了很多很多关于以慈悲心为怀而救度众生的一些呢功德。所以当时他们也召集很多居士一起去放生的，
后面呢，他和几个居士一直都在呢谈论这件事的。佛教也在提倡我们做善事，今天道教的这些道士也在提倡我们做善事，都是以慈悲心为怀。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有时很多人都觉得没大区别的。后面呢，有一个居士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区别，当然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第一，一切法之根源出离心之上。第二，追求的果位的，也就是说追求的目标之上有着天地仙格之别。虽然在表面之上都在呢提倡以慈悲心为怀而做一些善法，但是由于基础乃至说追求的目标不同的缘故，最终得到的果位有天地仙格之别，绝不能把全都混在一起啊。所以当前我们讲解这么多法义的原因就在此上，因为我等党根本上是那么人不清，天天都在传讲，初次开始进入佛门的修学者，初次修法并不重要，先要知道该怎么去修法。比如说往昔我们从事过很多善法，但是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善法，既没有出离心，第二没有菩提心，最终没有什么皆心回向，那么即便已经从事了很多很多善法，最终只能说得到的呢仅仅是人天福报，非成为解脱之因。那我们太亏本了，世上的人都在说亏本的买卖不做，口中虽然这么来，像这种话已经成为口头禅，但实际当中我们已经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昨天不是已经说过吗？当前我们进入佛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我们付出的代价非常大，所以最终得到的仅仅是人天福报，那太小了。前两天在讲解人上述瑜伽导修是讲解人生难得的时候说过，若仅仅得到一次人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我们从事一件好的善法，它决定可以了往生到三善道，人间和天道，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要活到十八种珍宝人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前一段时间讲上述瑜伽导学的时候，在讲解共同外前行之时讲过，人生难得是好的呢，难得之因。若要具备十八种珍宝人生，第一要持戒。慈悲解脱戒菩萨学处密宗的誓言，第二在心智善法当中要修学六度般若蜜，第三要时时发愿获得十八种珍宝人生，若具备以上三个因缘，那最终能获得十八种珍宝人生是没有丝毫之疑问的。但细致观待，我们先前虽然从事着善法，刚刚所传讲的这些真没有一点污点吗？第一，从小乘北解脱界乃至密宗的誓言，真没有一点点污点的。若要是有，那未来能否获得十八种珍宝人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的。第二，虽然心智做一切善法，那么六度般若蜜呢？前五度虽然是一些呢稍许改造即能实现的法，那么般若波罗蜜呢？般若波罗蜜用汉语表示就是智慧到达彼岸的，这种智慧是到达彼岸而不是在此岸的。那么心智这样的善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若不具备这样的智慧，未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乃至未来获得十八种珍宝人生是很困难的。第三，我们时时都在发愿获得十八种珍宝人生而生之吗？可能很少很少。因此要记住，当前我们能活到这样的人生，说明是几千劫七万劫修善而得到的果报，应该更加珍惜这个人生。所以在行持一切善法之时，法心非常重要，要不一乐不清净，即便我们所行持的法是远道因法相成，还是近道金刚乘，还是接近知道光明大圆满的，由于依了法心以偏见的缘故的，即便行持多么殊胜的法，最终得到的
还是顺到自己的意乐而漂泊的。你若意乐只具备小事道的话，那最终得到的只是人天福报的。若是中事道的话，最终得到的只是独自获得涅槃之果，还是堕入一边的。所以意乐发心非常重要。所以昨天所传讲的第一个恶念发心之中的两种发心，必须要铭记于心的。每当我们在行持善法的时候，都要观待自己的内心，看看今天我行持善法之前的意乐如何，想的是什么，是为了什么。若要是仅仅是一种不为之法心，就真就一切不为之法心的话，那应该立即断绝的。这样的呢念头，若要是能把它再行持于三年之中的话，那当然必须要从事一切善法的。若无法改掉的话，那如同昨天所讲解的，还不如回家先睡个大觉，醒来以后看看感觉如何，再做修行，还来得及的。因为即便前面 做一个修法的形象，对解脱没有丝毫之理心之这样的善，又有什么意义呢？当前我们行持一切善法的目的是为了承办解脱，而不是为了什么人天福报，仅仅为了现实之中的口里吃的一顿饭，身上所穿的一件衣服，那为什么不跑到外面去寻找呢？尤其是依了法性不正的前提之下，在山洞之中是找不到这样的呢衣食的，只有到外面去寻找。那讲解这些目的的最大目的目标，就是让我们时时要关待自己的内心。每当在行持一切善法，不管是早上起来打坐，还是平常去放生，还是平常去参加一个法会，要不来到哪个地方去夜间一位导师，时时都要关待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们先前再不能像往昔一般这么漂泊着走，因为生命太无常了。如是行持善法的时间还有多少，我们都能知道吗？谁都不知道。就像这两天我们能看见很多诗人都拿到雅青寺来做超度的，也听见在汉地有很多亲朋好友乃至很多很多人都一个接到一个从人间消失的。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你诸佛菩萨时时在告诫着我们，让我们也早点做好准备。因为无常，像如是般的无常随时都会降临在我们的身旁。当到达这一时刻，再想好好修法乃至再行持很多善法的机会可就没有了。所以唯一能做的道理就是现在，所以应该时时要关待自己的内心。所以有时候我们站在一种悲伤的历程之中来说，应该要好好修法，要不对不起自己等等。若如实般心智善法者，即便无常呈现在你的面前，我们也可以了非常高兴地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活在世上一切缘起具备的，甚至先前心智善法当中我也已经做到了精进的，那此外再又没有什么办法。那么即便面对死亡也是一个喜悦的事情的。所以在行为当中时时要关待自己的内心。昨天所传讲的，当有恶念发心的时候，以后即便从事不了这个善法也就不要做了，因为对解脱没有丝毫之理，何必在他人面前走个过程或顾他人的面呢？因为我们当前需要鼓励不仅仅是他人的面，而需要鼓励是阎王爷的面。若过不了阎王爷这一关的，即便他人说你多么殊胜的，仍旧还是一个空话的。因为当我们面对临终这一时刻，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所以先前需要鼓励是阎王爷的面。那能不能把阎王爷转变成了观世菩萨乃至普贤王如来，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态。当我们先前从事的一切善法都能站在三年之中而行持一切善法，那么等两天我们在面对阎王爷之时，阎王爷即为观世音菩萨，是非常能
慈悲的一位菩萨绝不会呢是一种见到人人恐惧的一种现象的，不可能的。所以一切都取决于先前即当前我们所修行的法之上，应该要细致一点的。往昔不懂的没办法的，但先前懂了以后，那可就必须要遵照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言行持的。好，前面就是呢真就这个部位你发现的，第二个是三愿发心，就是完全为了命和灵的。我们昨天已经说过的，修持三法可以得到世间的财物的，但是为了追求世间的，我们也不仅仅需要靠这种方式啊，因为要不历代传承祖师为我们后代留下的这么殊胜的一教，让我们呢去蒙求世间的事情太不容易了，值得了。所以这方面昨天也讲得非常细致，要细致观待为妙。好的，若要是如是行持呢，比如说在九位之法心或三愿之法心当中行持三法，这样去了呢，就是说为了蒙求世间的利益而贩卖这种佛法的话，如果自身没有能力消化信财，就是说当你具备一个很好的意愿法心之时，即便当时呢收一些信众的财物也能消化，但是若不具备力量去接受他人的信物，那就要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呢？下面看，必将会感受燃烧法衣、燃烧钵盂、燃烧铁球、燃烧铁叶等等苦果，就要在地狱当中要遭受这样的痛苦。这些都是在生前不具备力量而去享有他人的心物之罪过。所以我们是知道因果循环道理的人，以后在从事这样的取舍之上应该要细致一些的。当然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曰过，我后代的弟子即便有多么糟糕，和100个修善的人呢是无法对比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们传承法义以后，功德不可思议。但要记住，若要是不调伏自己的内心，乃至不收持一切戒，光在外面穿一个衣服有没有这么大的功德，那就更难说言了。所以要记住这些道理。因此我们一定要断除这种法性的，就是上面所说的恶念法性的，没有丝毫之利益，对现实乃至究竟的都没有丝毫之利益。沙迦盘呢之中所讲解的历史单着之教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解的真理，就叫历史谈中说，若要是贪执今生的话，非为修行者，还是讲解处理心的重要性。当没有处理心，那么平常所追求和信仰的就是世间的福报。因此为了从世间的烦躁之中超越，前面严厉心是最重要的。下面我们所传讲的人生难得，生命无常，轮回过患与业知因果，就是讲解严厉心。所以刚刚在沙迦奔直达在历史单着之教言当中说，若贪执今生非为修行者，那么给这一类的，就是说在依乐法心当中具备有恶念法心者，就叫做这一类修行人。取什么名称呢？就是出没佛法的灵魂者。好，康波昂君把这种人骂得可不得了，就是出没佛法的灵魂者，三宝的败类，僧众的败家子。当今我们行持三法并不是为了来做这样的一个人，而是为了迅速承办像历代高僧达到一般，即是我们的心愿。那么在行持三法的过程当中，必须依教奉行，像其中所讲解的一句一字都要铭记于心的。要不光在表面上做个修法的形象，但内心之中仍旧比贪嗔痴烦恼乃至自私就是蒙求世间的利益或很多自私束缚，那么这个修行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所以像这种修行者，即便在面对现实生活当中乃至临终和未来时时都在痛苦之中，这可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
在心智三法当中，就如同刚刚所讲解的，像这种依乐之法心必须要知道，像比如像恶念之法心要立即铲除的，不能顺到依恶念法心而从此一切生法，即便是一个小小的事情，我们都要搁置一旁的。前一段时间有些居士说，甚至出家人也在说的，当前他们家里有人的身体非常不好的，那我在修持三法的时候应该该怎么回想？当然应该想到，为了三界流去一切众生当中已经包括你们家里这个人，甚至有时候呢还觉得有点不圆满的话，你就想到自家的某某某为首，三界流去一切众生均能证得福果，总之绝不能进入一种私心的。若要是进入偏袒私心的话，即便从事的善法有多么大的，没有丝毫之力，即便有功德也是有限制性的。所以要记住，我们在从事善法当中，法心乃至回向应该广大一些的，绝不能偏袒和善爱。为此我们务必像毒一样气里怀有这种法心的自己和他人，当自己怀着这样法心的时候，必须立即铲除。若他人具备这样现象的时候，那他的这种行为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时候，那应该要气力这样的人。当然气力并不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原地的，而是和他交处在一起可能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这样的呢，虽然在全民族信仰佛教的圣地能做得到的，但是当前你们在汉地，由于所有的一切的呢，汉族民众都不是信仰佛教者，因此在你们的身旁可能也有很多很多如同这样的人。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讲解皈依的时候呢说过，在没有能力救度他人的时候呢，尽量保命自己是修行之者，有些想修法的很多行为乃至很多很多方面的事情，不要在他人面前做出的，这样的话可能他人时时会诽谤你的行为或诽谤你的呢言语等一切，所以由于长时间诽谤的缘故，还会摇动自己对三宝的信心。好，这是为常在城市里头住着的居士们而传讲，对于出家人来说，我们已经抛弃红尘，先前身心完全投入修法之中，这时候就顾不了他人的面子。我们必须要遵从历代传承祖师的教言，乃至历代传承祖师的注解的。我们以前历代高僧大德，不管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历代高僧大德的注解是什么呢？独自进入茅棚，乃至在寺院当中精进修法的。所以我们和在家居士应该有着很不同的地方，但有时候在家居士由于很多福报不圆满的原因，所以有时候若要是呢过于太一根筋的话，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因为你对佛法的信心一达到非常坚固的话，即便来产生一些烦恼，可能都摇不动你的身心的。但是我们都是初学者，当他人起烦恼的时候，可能会摇动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内心可能会顺到他人的这种的现象而飘动的，这时候自然会产生烦恼。因此为了避免产生这样的过失，修行者必须得有智慧。所以我们都在讲解，在心智善法乃至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顺序当地。花智仁波切在自我教言当中不是讲过吗？即便是穿衣还是呢言语等等，都必须要顺序当地的。但顺序当地的同时，自己内心当中保持的意念就是佛教的宗旨是不能变的，就在这个宗旨的立场之中和他人来顺顺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产生烦恼的。所以像这种三巧方便是不可缺少。而有时候往昔我们讲师讲过自我教言，甚至喇嘛仁波切的很多教言也讲师讲过的，所以你们平常也可以阅读一些这些，知道一些以后在做人的好这样一些过程当中应该怎么从事，这些都非常重要。花智仁波切曾经说，有这样的法心驱使，表面上修持僧侣成了乃至无上巧觉大圆满之间的法，纵然在九年的时间当中呢，
用逆辗转的呢佛门来闭关的话，由于他的法心不正的缘故，即便呢从事多少年的时间的修法，乃至修法呢期间有多么多么有我们感觉到多么殊胜，但都没有丝毫之理，专门作用孜孜不倦的呢而所做的一切修行行为的啊仅仅一修。可是如果只想到呢上面所说的自己得到一些灵养赞叹名声，那么修行正法的果就是这个。即便你当时从事的法从小乘声闻乘乃至无上巧觉大圆满以下的法心持什么样的法，最终得到的只不过是这么一点点，非成为解脱之意。所以有时候我们实需要翻观一下自己，因为莲花生大师曰，今生的时间越长也是稍许个远，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即便能得到多少个名和利的，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往昔在世上有多少站在时间的立场之中，名声多大的好利益多大的人可多得不得了，但是在面对临终这时刻都带着痛苦而离开这个世界，未来等待着他们的就是恶趣的。因此莲花生大师曰，今生的时间越长也是个稍许个月，未来的时间是无量的道，因此来生当中不受任何痛苦，现在就要精进修学佛法，要记住这些道理。由于我们先前就要时时去做取舍的原因，就是为了在生生世世获得快乐而行持的。光顾今生得到一些名誉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我们先举个例子吧，从去年的今天直到今年的今天，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名誉就是你，但到了今天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可能这个过程由于习气烦恼沉重的缘故，总觉得自己了不起，但到达今天的时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因为不是说今天以后就没有时间，以下的时间还会更长，若下面再没有丝毫之功德乃至一些意义，那太不值得了。以上的这个可只能说没有丝毫之理。好，其中也讲过，若仅仅以这样的法心，即便你在山洞里住闭关九年的时间，不和外面交接触的，像这样的修行只能得到一些时间八法之外非成为解脱之因，除此之外连后世解脱种子也不会播下，不要说是承办解脱，连获得解脱之种子都很难播下，那解脱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时时要铭记这一点非常重要，法心非常重要。所以当我们行持一切善法之时，都要记住这一点。往昔据说在一个山林当中，有一位高僧大德时时在行持善法，功德也很大的。当时呢，这一片里很多居士对这位高僧大德也非常崇拜的。有一天下午，他的师者告诉导师，明天早上可能要来一批居士来求见夜见你。第二天早上，这位高僧大德呢早起，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把那地烧干净，把佛像的上面的灰尘也擦干净，把所有的贡品也供上，就这么忙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当坐在坐垫之上的时候，他就突然想到，我平常并没有这么勤快，今天怎么突然变成这么勤快了呢？当时想到，哦，不是什么原因，而是昨天他的师者告诉他，今天呢有一批居士来求见他，因此他今天早上所忙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他人面前一个好看的。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想到我在幽静山里呢精进修行承办解脱的这么一个修行者，难道为了这么几个人的故作这样的面而从事世间办法，心里非常非常难受。这时候从地上抓一把土，往把这些土撒在佛像和贡品之上。好，这件事情后面阿德夏尊者进藏的时候就听说这样一个故事，当时阿德夏尊者赞叹说，藏地唯一能积累福报的就是这一把土，这位高僧达到手中的一把土。可能我们一看到就会觉得地上那么脏兮兮的土
杀在互相和公平之上，应该是过失，怎么会变成是一种功德呢？好，就是这个依乐法性的。因为当前面知道是世间八法的时候，为了断绝世间八法，所以他的这个图虽然杀在我们眼前看见的是杀在互相和公平之上，实际上他杀在世间八法之上。所以由于起到这个对峙之力，阿底峡尊者为什么时时赞叹他的行为，就是说积累福报没有一个人能超胜这一把土的行为的。好，听起来可能有点呢觉得啊太可笑，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法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平常在行持一切善法的时候都要记住，若要是今天所做的一切行为，即便你把了呢你的房间乃至佛堂摆设的多么好看的，但完全是为了在他人面前好看的话，那你也可以跑到外面抓一把土往上面撒撒。因为要记住，我们平常所做的一切行为都必须要舍弃世间八法，与世间八法交杂在一起的一切行为都称之为什么？追求世间福报，非成为解脱之因了。因此要记住这些道理，要不我们今生获得这么好的缘起啊，今生来具备有这么好的缘，难见得到遇得到的善知识，我们当今已经遇到很多善知识了，很难闻到的法，尤其是无上巧觉大圆满的法，前两天已经讲过了，像这种法并不是什么时代都具有的，当前我们与这样殊胜法遇到已经是很难得的道理的。那么身心投入修法是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先前我们已经做到了，在具备这么好的呢缘起之下，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个人生而承办更高的境界为妙，绝不能再进入一种虚度人生乃至无利益之上，无利益的事情之上。即便呢当下觉得一切做法都值得，但是面对临终之后，你就觉得心之善法才是我今生必办的一件事情，其外的这些只不过是临时骗骗自己而已。但是面对着这样这么大的痛苦之时，只有生前所行之的善法才能拯救自己的。所以时时要关待自己的内心微妙。好的，就比如一个人呢很狡猾的人，在驴的身上，就是把一个驴杀了以后，驴的肉身上撒上野兽毛来促销一样，就把它卖出去一样。但是驴肉在高原地方就把它当作是一种最下品的一种食品的，没有人去吃它。但是到了汉地的时候完全颠倒。可能你们在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不会啊，汉地能吃的驴肉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怎么能说驴肉和野兽的人应该驴肉贵啊？但即使能按照藏地的习惯说的，藏地呢把驴当作是一个最下品的一种动物，所以像这种肉表述是像这样的动物，很多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人呢，这样的家庭都不会养这种动物，他就觉得这是一个下品动物。那吃他的肉是绝不可能的，可以说在藏地没有一个人的呢就会去即便饿死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要不呢不会去吃这个肉的。所以像很多狡猾的人呢就把驴杀了死了以后，把驴肉上面你要让他们去买驴肉是不可能，即便给他谁也不要的。那要把它卖出去怎么办呢？就在驴肉的肉上面撒上一些野兽的毛，就是说我这个是驴肉的啊，不鹿肉的啊，要不是呢其他的一些动物之肉的，好，这样的话就有人会买的。好，这类修行在这驴子般的呢恶劣的指向学上的，就是当时他的法心不正，是恶念法心，就像一个驴肉一般的。好，上面盖着像野兽一样的正法的毛皮，因为当盖上因为肉的外面的皮一脱掉以后，他也看不出来是什么肉，你再把那另一个野兽的皮放在上面的时候，你说这就是这个野兽的肉，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可能就会有人买的。先前很多修行之际，若依靠佛法贩卖佛法
来蒙求自己的利益，如同这个一般的，这是非常下来的下等的一种行为。我们可以说，从事这样事情的人，应该是最下劣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的，一般的人绝不会做的。当前我们在行持善法的时候，也同样一个道理，在具有世间办法的基础之下，贩卖正法而得到了蒙求世间的一切利益者，就如同像刚刚所举的例子一般的，因此它是非常难的下劣的一种行为的，我们绝不能按照这种方式而行，没有丝毫的理由来贩卖正法。就如同呢，对于贩运做生意的时间者，人们把它称为贩正法一样，对于出卖正法者，人们都会把它称为呢法贩，就是出卖法的人。要记住，当前我们所行持的一切善法，乃历代传承诸师呢，师是行持善法而为后代弟子留下来的呢一教，我们绝不能把它呢当作是普普通通的一件事情，乃至谋求世间的利益而行之，那已经是最可耻的行为。我们昨天不是举个例子吗？像有些儿女就不负责任的一些儿女，把父母给他留下来的一切，好用在没有什么可理智上，那人们为他呢，对他起个什么理呢？那当然就起个了呢，就是不正当一些不好的一些名称的。所以就如同这个般的，历代传承就是我们后代留下的这种正法，那我们为了蒙求世间的利益而去贩卖这种正法，那是世上最可耻的行为。所以时时要观待自己的内心，这并不是呢一段时间观待一次，而是天天时时都在观待自心。杜甫箴言之中说，在肚子的时候要提起正念，居中的时候要提起正念，时时要观待自己的正念。因此我们把修法分为坐上或坐下两组，即便在坐上即便是在坐下的时候，也应该要提起正念。所以这些都非常重要啊。好，上面称之为恶念法心，但这个没古董的地方，恶念法心分为两种，就位之法心和三缘之法心。好，看看我们当我们在行持一切善法之前，有没有这两种法心？若具有的话，那看看能不能即使铲除这样的恶念来树立善念，若实在不行的话，那这样的善法就暂时就不要去做吧，因为没什么利。我们所追求的是解脱，行持这样的善法得到的是时间，那对解脱刚刚已经说过，不要说获得解脱，连播下解脱之种子也不能得到，连一稍许之因都不会形成，那从事这样的善法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所以要记住这些的。第一上就叫做恶念法心，是三种法心当中最恶劣的一种法心的，若有这种法心，只能断绝并不能改变，就说明实在太恶劣的缘故。好，下面是无极自念法心也好，无极之法心，没有任何其他目的的，就是说心之善法没有丝毫之目的的。比如看见有些人说今天来了一位高僧大德，说他们要去谒见这位导师的时候，那有些人也跟随了他们去看看这位导师，即便他人在导师面前供一些开导，并且解析原来呢好供养一些财物的，他也跟随了供养一些，但是即便他从事了这样的善法，由于他的内心是无极之法心的缘故，也没有什么利益。当前我们在行持一切善法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但这一点呢，对一个很正常的人来说，心之善法尤其是在经上提起来的过程当中，不会有这种无极之念的吧。但最什么时候最容易发生呢？就是每当早上的第一次起床的时候，师父是这样，你们回去乃至现在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整个修法之过程的。好，早上一起来迷迷糊糊的，口里虽然因为已经知道这个惯性这个习惯的，先要发心正行，那发心人员从能虚空之间有军风文正的人是不知不口里，但心在想什么完全昏昏沉沉的，不知道口里在念什么，有时候可能在发心，有人问不中，又变成念莲花生导师行走，又变成念那个这个经的，
基督教无极之年的，完全没有什么目标，就是在迷迷糊糊状态上修止端的啊，就这么眼睛也闭上，安住一下，这就叫止端。要记住，还不如早上好好睡一次觉，何必起来就怎么走个过程？你这个过程呢，让谁看的？那我想早上也谁也不会来，你家里看看你几个人起来没有，修法怎么样等等。要是有人呢，就是了，看着你在不在修法，那只有做一个形象的，即便呢修不了法，也只有做，怕他会呢像喊的，据说是在参院的时候的，你要是不做的话，那个叫。什么呢？扳指的那个叫什么？扳什么手？哦，对对的，他就把一扳子往你身上敲过来的。但是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即便你睡觉，还是起来，没有人看你的。真的就是为了走个过程的，因为怕明天早上不说是为你早上几点钟起来的，但不好意思说是九点钟起来，所以六点钟起来。那六点和九点期间是怎么修炼的？就这么修炼。所以没有丝毫之力，要记住。我们先前可不能能欺骗自己的，没有丝毫之力，因为先前都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已经知道我们从事的一切事情是意味着什么，没有什么可目标的心思呢，那何必去追求这样的事呢？所以这就叫做无极之念，并没有什么追求的目标的。就好像呢，这个是人修模仿人，人修指的是猿人模仿人的啊，人在前面行走，猿人就在后面模仿着你的行为的。但是他模仿你的行为为了什么？没有什么，就看到你一个人在前面走着，他也觉得那个很好看的，就这么就在后面模仿着他的，或狗追着人品的。比如我每当我们一出门的时候，你在前面走，十几条狗在后面跟随的，这些狗真正知道你会给他们一点吃的，没有一点目标的，只是人在前面走，他也就跟到你后面走，就是人后面跟追寻着鬼狗，就是这样的，这就没有什么可以。所以当我们行持善法的时候，绝不能这样的，他人行持善法，自己没有丝毫之目标而这么去走走，一点都没有理。当然有时候有些人说，像从寒地到高原地方，像有些是为了来求学佛法，但有些呢就觉得好玩而到这边，但呢由于当时对佛法并不是很了解，到了高原地方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呢远足的吧，就形成对佛法的产生一种性格兴趣的，那就觉得这也是一个进入佛门的一种空间的，可是可以这么说。但要记住，当你开始到高原地方去夜间导师乃至去朝拜神像，但当时由于没有一个目标的缘故，对当时的新闻来说没有丝毫之力，但是后面是后面的事了。或一个人往空中放箭的，空中没有一个目标的，所以房间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因此就叫做乱房间，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的，这都叫做无极之法性，既没有善的分别念，也没有不善的分别念。华智仁波切曾经说的，这种无极法性连解脱种子都播不下的，就是说华智仁波切说，像这种无极之念法性，就即便形成善法，也不会播下一点称佛之种子，不会形成他的因。当然堪布昂就说，我的上师拉玛隆多曾经说，当时这种无极之念法性呢，既没有善念也没有恶念的，但是心持的是善法，应该有一点点播下称佛之种子功德的，说即便只有也是一点点。所以我们以后在从事善法当中，先要观待自己的意乐原因就在其上，当不具备一种好的法性，即便行持善法，当时念诵的乃至早上一起来四点钟开始起床啊，修的时间到九点钟，中间有五个小时也没有丝毫之力，还不如五个小时好好睡个觉，因为呢
早上五个小时睡个觉，可能中午就不需要睡觉，因为汉族人的习惯不是说早上睡觉中午还得睡觉了，可能是早上由于过早的原因，三四点钟都说三点钟起来四点钟起来，那过于太早了，就即便不能在这个时间起来，你就在五点半五点钟左右起来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我想还是早点起来，三点好的，三点钟可以起来，但细致问问自己这个过程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天天奶奶对着墙在点头的、要不呢前面前胸的衣服全都已经奶奶被口水打湿了，还在里边呵呵呵在打口水。要是是这样的话，那早上起不起来呢，我想没有丝毫之理，还不如好好睡个觉，没有昏沉的时候再起来的吧。早上早点起来实在胡子正眼的前提之下，早点起来当然好，但是迷迷惑惑的状态当中早点起来可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就如同昨天说所办的，从前行至前行，入座前行，共同外前行，全都走过过程。以前我在参员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参员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和尚去三年之中我们又不能出院，所以每次来了几个和尚晚上就一起说话的，说到天亮，第二天早上又不敢在房间里头说话，就要开始修自己的法。所以早上呢天亮不亮的时候，第一要吹锣，就说开始要打坐，这时候呢就我们就闪开自己打坐。当时呢昏沉的可不得了，先生并不是一个晚上，有时候紧接着三个晚上都不睡觉。到第二后面的时候，天哪，我看到有一个和尚眼睛睁着就可以睡觉，所以就昏沉到这个地步。所以当时我们也在练习各式各样的依规和心咒，但即便念书完全就是个瞎念的，因为当时我好像在念书一种心咒的，就在这个念书心咒的时候，可能是太困的原因吧，哎，一下又变成另一个心咒，一醒来的时候怎么又在念这个，又翻过来，因为这个需要数量，要念书多少多少遍，所以在这个迷迷糊糊状态当中，一知道口令人在念这个心咒的时候，并不是我所念的这个心咒，那怎么办？好的，又从开头念，又开始进入昏沉，对吧？所以念的是念是心咒，又变成观音心咒，有时候还在念什么杜母送了如意奇迹成就奇迹的时候，天哪，完全就是疯子的行为。所以以后要记住，当我们在早上来自平常心之三法当中，人就是这样的话，可就没有丝毫之力，完全是走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上谁看呢？在空房间里头可能就是墙壁上的几个画的，要不然谁在看你？没人看你的，所以何必还要走这么一个过程呢？起不了丝毫之作用。因此应该要加把劲，早上早点呢，即便能起来也应该要提起正眼，即便当时昏沉很重，少穿点衣服，然后用冷水洗洗脸等等都好。但是很多汉族弟子可能说一方面是对医学常识太了解的缘故，要不是呢对身体太执着的缘故，有时候讲解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昏沉若很大的话，那能不能少穿点衣服，这不行的，我会感冒的，这样的话我会风寒的。那下面能不能呢点的垫子少一点，不行，那最好呢坐在上面，我就呢腿就很痛。所以前爬虎后爬龙的修法永远修不好的。历代传承祖师的修法乃至呢断绝昏沉的方法是什么呢？平常很少穿衣的，就是为了断绝这个。下面的垫子也不是很平的，目的就是为了断绝昏沉。修行是一门苦行，对于初行者来说，这时候绝不能形成前爬虎后爬狼的行为。要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法永远修不了。就像呢，好，包括我在内，我们天天都在说胖点的人晚上少吃点饭，但是有些说上说不行，我早上胃痛的实在受不了。好的，你就这样天天下去，那只要是胖人，早晚上尤其吃的多，第二天早上打坐来的只是一个走个过程，决定提不起精神，没说的。所以要记住这些道理的。刚刚说讲解的就是无极之念法性，若要是这样昏昏沉沉的状态当中行持三法，没有丝毫之力，这是初次开始行持三法之前的一种的心态的。第二，
我们先前在座的心智修学之者都在修禅定，那么先前反观自己的内心，你的禅定是否又形成一种无极之念啊？我想大部分的禅定可能就是这样，当我们把心安住在平静状态当中，突然进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状态之中，不知道也半个小时过去了，这叫什么？这叫无极之念。而姚卜呢，当时无根已经折止的啊，感觉到好像有点迷，但实际当中这个迷了仍旧是迷惑状态，还叫做无极之念。要注意啊，无极之念不管是修行三法之前乃至行持三法之中都不是成本解脱之因啊。所以天天都在讲解初次开始行持三法之前应该怎样提起意了，在行持三摩地的时候应该要知道什么叫三摩地，从初次开始行持三摩地乃至究竟果实神观之见地，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往上走，修行都是有一个次第，就像你们前两天从寒地到雅清寺的时候它都有一个过程了、没有过程一下就能到达雅清寺，暂时凭我们先前的这个身躯乃至我们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所以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那从事什么样的事情都有这么个过程，那修持三法呢当然就不用说了。要记住这不光是呢行持三法之前平常在修持禅定的时候也要铭记心中，绝不能让自己的禅定进入无极之念呐、无极之念不会能承办什么果位的。好的，这以上呢称之为无极之念，若有无极之念的话就应该当场改变这种状态来行持三法，因为他的这种恶念没有像恶念发心这么恶劣，所以他可以改变他进入善念，但若要是恶念发心必须断除再去第二个念进入善念之中，因为前面的恶念太恶劣的缘，无尽之念相对来他说还是有点轻。好，就这样，这个呢没什么可不懂的了。第三是三的发心呢，包括小识道发心、中识道和大识道发心。第一小识道发心的，好，先前看看自己的发心站在即便是三念发心，那三念还要分为三个层次，小识道、中识道和上识道，那到底是哪一个识道？好的，祈求自己从三无去解脱出来的，获得人天获得人天善趣之果位，就是追求这么一个境界者称之为小识道。因为作为一个小识道修行者，他虽然知道三无去即为过失的，基于一个过患之处的，但是做追求的目标就是三善道人天福报，若要是为了这个而行之，一切善法均成为小事道。要记住啊，那先前看看我们平常的处理心如何，我们也只是畏惧三我区而追求的目标是善趣吗？若是，那就说明我们先前还是站在小事道立场之中。好，欲寒底本具有的人的教法道家没有多大区别，很多道家的寺院当中供的是玉皇大帝和各式各样的仙和圣，都是善趣所具有的一些仙和圣。那么我们可以呢这样去理解，即便他充实了一些道方面，可能要讲解很多很多一些呢做人乃至他的见解方面，但是最终目标还是成仙成神的。那他的处理心也只具备有畏惧三无趣而追求善趣这么一个了需求心，所以就叫做小事的啊。要记住啊，为此目的而修持声闻成道光明大圆满之间的法，可是获得三觉的圆道进道和接近之道，又普得觉罗的一罗所知的，不会成为正的福果之因。但这个看起来当中可能你们会觉得这什么意思的，这里头所传讲的，因为这个书我想可能不是说到这看不清楚翻译的，可能是在里边呢有一个汉族弟子，要不是谁翻译以后说到这看不知识了，
就过目一下，就是上面写上说大家看嘛，然后里面有很多不通顺的书呢，有绕口的地方，可能你们都已经感觉得到了。好，刚刚所说的这个是什么呢？指的是由于当时他的发心，就是他的处理性只具备畏惧三五趣而追求三趣的这么一种念，因此即便呢他心持的法是圆到法性正，进到金刚正，接近到光明大圆满法，但由于还是最终得到的果实还是顺到这个菩提结了，是凡夫的意识凡夫的依乐而走的，绝不会形成获得解脱之因。因为我们从远到因法相成的，近到金刚乘，或接近知道光明大圆满，都是承办解脱唯一不可缺少的。好，这种不仅仅是方便和智慧，不方便还是智慧啊。但是若要是只具备这样的意乐，即便从事的善法为远到法相成，近到金刚乘，接近到光明大圆满的法，他还是顺到这个凡夫的意乐而行走，绝不会形成承办解脱之因。要记住这一点呢。所以当前很多修持善法的弟子总认为法心不重要，看看我修的法怎么样，我修的是大圆满，那我就今生就成佛了，不是这么容易的，完全取决于他的意乐。要记住的，即便就是三念法修，若为下士道的话，你修学什么样的法，终究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果位，非成为解脱之因。好，不会形成正道福果之因的，就是这个。怀着这种法心的人，即使受持253条，被解脱戒的，身穿三法衣的，也不会呢生过一个属老年人的想法。即便你所行持的善法，就是行持的这个戒律，行持的有多么清净，但是由于你的意乐仍旧站在下士道当中的，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外面看见的所有的众生，你就问他你喜欢地狱吗，都会说不喜欢。那你喜欢恶鬼道的吗，也不喜欢。你想当一个驴还是当 一头猪吗，不喜欢的，因为他是旁生道。好的，那你真不喜欢，真不喜欢，因为他有厌离心的。那他喜欢什么，哎，人间还是挺好，天堂还是挺好。所以由于像这种俗人的想法也仍旧站在下士道的立场之上，即便他所行持的戒律有多么清净，也只能算是一个持戒的人，但是承办解脱非常困难，因为解不解脱完全取决于这个人的法心意乐之上。要记住啊，所以我们这座的出家人，不管是呢男众还是女众的，尤其寒川佛教呢，像女众也已经受了比丘戒。从我们居士戒乃至比丘戒呢，现在持着呢自己的戒律，但要记住的是，当我们行持这样的法之前，我们的意乐法心如何呢？若不是前面所说的恶念法心，也不是无忌之念法心，若为善念法心，那看看师父是下士道还是中士道还是上士道。若为下士道，即便你先前所受持的戒律有多么清净，最终来说得到的就是人天福报，非成为解脱之因。所以清净意乐非常重要，时时要关待自己的内心。所以刚刚康波昂中说，即便身穿三法衣的，也不会胜过俗人的想法，因此只能算是一个具戒的人，但不是什么圣者，因为他的内心还是与庸俗通道，并没有转变成圣者之心。好，要记住这些啊。同样，如果观修升起次第实有力呢，极尽本尊的，什么叫实有力呢？就是由于对升起次第当中的像升起次第呢啊，着重提倡要具备十定。好，最好的一个定叫法心不变密定，指的是禅定的。若不具备禅定者，即便修学本尊也是实有的，他就不懂这个禅定的道理的。像比如说，尤其是清明形象，还有来了
体验清净和坚固福满等等，但都是升起之力的一种要求。但是由于不具备禅定的缘故，即便修学本尊也就变成一个实体性的。好，天天说你观阿弥陀佛观的怎么样，我观啊上师观的怎么样等等，即便观想上师与本尊都成为一种实体，这都是缺乏禅定乃至很多教法之理取的缘故所致的。好的，下面我们看的，若自具备暇识道之法性，即便当时修学的法为升起之力，时由之积聚本尊，结果将投身到欲界天道，不会成为解脱之。天道修本尊也不能成佛嘛。第一，你的依老法性已形成暇识道；第二，在由于缺乏禅定的缘故，在心智升起之力当中仍旧站在实有之上，所以你的呢最终果位只能到欲界天道。要记住啊，如果说修的人呢为愤怒本尊的话，会转生为魔或日扎魔，日扎还是一种罗刹魔，就是专吃人的人这么一个魔鬼。因此依老法心非常重要，当然在心智生缘次第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知道生缘次第之理取的，不是观个本尊就叫升起次第啊，调个奇门明点就叫圆满次第，不是这么容易的，里面还是有很深奥的道理的。华智仁波切曾经说的，好，就是说张嘴瞪眼修尊一层魔的。好，这里头解释就叫，如果呢观修张着嘴巴瞪着眼睛的本尊呢，会变成魔的。就像当前很多修学之者呢，哦，打坐的可以让眼睛瞪着，一看到天呢非常殊胜，这已经变成愤怒本尊一般，但实际当中快要成魔了。所以先前汉族弟子们呢不是非常喜欢用金刚杵吗？这时候就要开始往心间刺金刚杵的时候，就金刚诀的时候的，不是金刚诀的时候啊。就是说光凭外表的形象是很难承办于本尊的，也无法承办我等所追求的九经过世的。像这种类似的显现可多得不得，尤其先前这个时代的，因为王旭我等导师释迦牟尼佛曰，末法时代一界为师的小乘北解脱界，那与佛教的核心也是佛教的精髓。当前我们所谓的佛教具不具有的，佛教兴不兴盛，完全取决于北解脱界。那其外的菩萨后人和金刚乘，在以后没有小乘北解脱的这个时代，也会稍许具有的，就是这样的教法会具有，但是真法者可就越来越少了，由于当时不具备这样根基的缘故。因此先前呢也称之为末法时代的，自称为什么瑜伽师的人比比皆是的，所以你们一看到他们的形象的，平常衣不洗澡的，头发乱乱的的，身上穿的衣服乃至平常的行为，那里就是金刚诀的啊，吃的玩的可能就是天灵盖，所以一看到就非常令人呢惊讶。但是要记住的是，若依了法心不正，即便表面当中做出来的形象临时我们觉得有多么的奇迹，仍旧是时间的行为与初始间毫无关系的。所以以后我们在心智善法过程当中时时要铭记这一点。当然像各式各样瑜伽师当中也有很多清净之瑜伽师，居德之行瑜伽师，这是具有的，但是也有很多很多充作瑜伽师的名号名气，而欺骗众生这样的行为可能以后会多，现在会多的，因为这是末法时代的象征。什么叫末法时代呢？因为谁也不会说末法时代的时候头上就会显个末法时代的四个字出来，不会的，它的象征就是欺骗众生的行为乃至烦恼越来越沉重，就是末法时代的象征。因此要记住，不管我们信持三法乃至一直一位导师，都必须要从他的依乐当中去观待微妙，不要仅仅观待他的形象，没什么意义的。
是因为很容易欺骗众生，依了永远不会有改变。好，所以华智仁波切说，张嘴瞪眼，就是即便修持本尊也很容易成为魔的。同样，怀着这种发心去观修，本来清净之端有人欲之城顿超啊！要记住，即便在下士道的发心当中，即便修持有多么深奥的之端与顿超，如果以极致紧张奢侈，将转生为无色界天司空处或色界十七天的，就是说，若仅仅有这样的发心，即便充实的善法是之端与顿超，那么在心智善法的过程当中，平常也积留一些资粮，消除一些障碍，那当然没有达到圆满。就是由于发心，依了发心为下士道的缘，最终获得的就是司空处，无色界天司空处或色界十七天，十禅而知分的十七天了，会投身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当前所行持的一切善法是为了成办解脱，那么初次依了法行非常重要，要记住这些啊。如果没有依极致进藏奢侈的，就是没有积累福报，也没有消尽自己的业障，那即便行持十妙的善法，只会变成老鼠或马或熊，没有其他的出路，这就是他最终的归属。因此为了避免产生这样的果实，法心必须得正。在三种法心当中，三念法心不过缺少，但三念法心当中的下士道和中士道，并不是我们当前所行持乃至所追求的一乐，应该是上士道。好，至于上士道在下面也讲得非常清楚，但这些过程要记住啊。我等答案根本上升刚刚已经说过很多遍，初次修法修行并不重要，先要知道该怎么去修学。若你们在这两天悉知听闻这些法，即便以后行持善法，也不会有走错路的事。即便一天行持的善法时间只达五分钟的时间，那我想两天就十分钟，功德越来越增长，绝不会进入偏道之中。若要是不懂这些道理，即便行持的善法天天都在二十四个小时都在行持善法，但不一定呢就是正法，说不定进入偏道之中，越走越远，最终呢形成如同上面所讲解的这么大的障碍，三无趣就是我们的归属。因此像这些道理都非常重要，正如沙迦奔智达所说，愚者修行达受引，多数趋向恶趣道。像不知道什么叫真正道所引的人啊，心智这样的见解多数进入恶趣的，这里是什么，天天在一个污念的状态当中。我们把所心智的禅定中分为清净分和安住分两种。好，只是由于无知乃至不懂这些道理的原因，清净分无法体现，只有在一个安住分之上。即便安住分能满足你的心愿，最终堕落的地方是什么，也就是三恶趣。刚刚所说的像堕入三恶趣，会形成像冬眠动物老鼠啦，老鼠冬是冬眠的吧，我也不知道，像蛇啦青蛙啦熊啦等等的。因为它在冬天的时候几个月的时间当中不吃不动，可以待在一个污念的状态之中。当我们先前行持这样的时候，若行为当中不积累资粮，不消尽一切障碍而奢侈的话，最终堕落就是我们的归属，可能就是旁生道的冬眠动物。这当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不是应该要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这样，应该要知道这些理趣的非常重要。好，我们必须断除这样的法心。如曰，若要是呢贪执轮回，那当然不是处理心的，就是在历史单主的教员当中所说的，第一，贪执今生非为修行者的；第二，贪执轮回非为处理心的，这是第二个历史单主只有历史单着之教言当中的第二个教言。好，以上是下士道，现在是中士道。中士道发现六道痛苦的呢，自信犹如火坑罗刹舟啊，尖峰以后
追求自己从六道轮回之处解脱出来，达到身为圆觉的人灭尽果位，而实修圆道，这里头等包含于近道或接近之道。但是获得身为圆觉阿罗汉果位的圆道近道并不能成为正道福果之因，因为由于当时的依乐法心就在于中士道之上，因为中士道的法心是畏惧三恶趣和三善道，因为三恶趣如同下士道般一样，严厉，这就不用说了。但是中士道即便对三善道也知道是一个痛苦之处，所以即便是人间和天堂虽然有暂时之快乐，但是终究还是形成遭受一切痛苦之因的，因此仍旧只是时间长短之外还是在痛苦的烦恼之中。认识到这个境界，所以远离六道轮回而独自追求涅槃之果位。但有时候会问，独自追求涅槃之果位，要是能活到涅槃之果位的话，应该他的境界很高的，他的境界是高的，他如同患了天花病的人了，从此再不会得第二次天花板的。就是说他已经从六道轮回当中超越，活到独自涅槃果位之后再堕落到轮回是不可能的，已经具备这样的能力。但由于在涅槃果位当中还不具备菩萨的一切功德乃至福利一切境界，所以当下自己还没有达到永恒不变的快乐，当下也不能为所有的有亲父母救度他们的，没有这种能力。好，主要讲解的就是这方面的过患。所以在具备有中士道一愿法心的基础之下，即便所行持的法是大乘、金刚乘或光明大圆满，但也非成为接近正道福果之因。原因是什么？因为法心已经偏了，是中士道。吾等的阿底峡尊者住在藏地期间，有一天遭受用餐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师尊中顿白加一个月了，哎呀呀，中顿白加一个问，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就是前两天我给你们举的例子了啊。阿底峡尊者说，在云朵我有一个修了黑门扎斯，指的是什么？是西金刚的意思，就是无上瑜伽部的修行者。因为黑西金刚就是呢无上瑜伽部的修法。好的，这么一个修行弟子，他的见解已屈辱身为灭道之中，就是说小乘的见解之中。中顿白加一你给我问的，好，依靠黑门扎法怎么会融入小乘的法之中呢？阿底峡尊者曰，这都是呢就是这个修行者的依乐而定的。因为他可能调伏初次开始发心，乃至呢调伏内心的很多方便都开始驱逐偏道之中而所致的，不在于发不殊胜的缘故而堕入小乘之中，而是修行之间的依乐。这个依乐应该要知道，不是当时发心乃至一下调顺烦恼的整个过程都含在依乐之中，就是这个依乐而定的。依止黑门扎的无上瑜伽部的法，仍是这个新修行者引入到地狱之中去，也会引入到恶鬼道之中去，也会引入到旁生道之中去，也会呢获得了福利境界的。因此修行的方法或修行的心态比所修的法更为重要，就是初次开始修法之前的这个依乐，乃至在调顺烦恼的整个过程当中的调顺烦恼如何，比我们所修学的法更为重要。所以先要知道该怎么去修。我等答案根本上是喇嘛仁波切天天告诫我们，初行者修法并不重要，先要知道该如何修，原因就在此上。当前在寒地乃至高原地方的很多寒士乃至人呢，长出了一些修学之志，初次由于对法的理不理解先搁置一旁的，就在以为呢法师乃至活佛堪波面前得到一本书，好，第二天就变成居士说我要开始做功课。
但是在功课做功课的时候，你这个功课该怎么做知道吗？这个知不知道一回事的，我就会把它念下来就完了。因为金刚经啊，我天天还在念金刚经啊，阿弥陀经啊，要不呢地藏经啊，楞严咒还楞严经还有点多的，可能一天念不完的。但不管是怎么样，楞严经、楞严咒的，要是在高原地方，上师瑜伽道修好、啊、本尊护法。烟供、火供、灰供啊，一直续，乃至各式各样的呢，这一个、那个可多得不得了。功德是具有，当然会具有意识的吧？但要具，主要的是要反观自己的意乐啊。法虽然殊胜的，但是由于修行者不知如何修法的缘故，法反成为多作三恶趣之因，也有可能性的。当前我们行持三法的目的是为了成办解脱。那么不遵照历代传承祖师的教义而行之，法把我们堕落到三恶趣的话，那太冤枉了。因此绝不能呢当这个原始鬼的。所以每当我们在行持自己三法之前，时时要反观自己的内心，非常重要啊。好，如云，若贪执之力非法心，这也是历史单着之教言当中的第三个教言。若要是贪执自己的力，蒙求世间的事业的，当然是自力的一种表现的，那不是法菩提心。所以他并不是上师道法菩提心，因为即便具备有中师道，但并不圆满，要记住这一点呢。如今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为了临终的时候不害怕不迷惑，我要修行修行的。这种法性归根到底就是盲求私欲的一种心态。师父是这样，有时候要反观自己的那些，当然口说出这么一句话不一定全都是一种私心，可能有些实在具有九度众生的能基础之下，因为先不救度自己，那怎么具备有能力救度众生呢？所以在行持一切善法当中，自己和众生同时行持了，可能有这样的法性。但有些可能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若要是单纯为了自己称之为忠实的，即便你所行持的法为升起之力、圆满之力、大圆满当中的自断与顿刹，最终还是无济于事的。趋向的就是独自活到涅槃之果位，非具备解脱之人的功德。好，这一点呢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就是中师道。下面是下大师道的法心。以上四种法心，好，这里是什么呢？恶念法心当中分为两种的，九位之法心和三元法心的，这已经知道吗？再加上上面的这个恰识道和中识道，就是四种法心的，终究都是蒙修的私欲的心态或行为的。上面我们都在讲解这个道理，因此从今日起，我们就要把这个蒙修自利的心态或行为看成是远离的，因为它会危害我们的呢有生命危险的。这个生命指的是解脱之生命，不能获得解脱之一种障碍，我们要把它当作是一种过患的，因为它是漂泊轮回之根源的。我们呢应该要心生厌离的，因为若不能从这个苦海之中解脱，那永久不能承办佛的境界，应该心生厌离的，而不求自己的利益，而想到一切有情远离苦的因，贪嗔之烦恼称之为基地，或苦的果就是苦地的。好，要远离这两种地。或证不足的呢，耳边的圆满复果，这两个边是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第一上面所讲解的时间或独自涅槃两边的。好，圆满复果是三十道之法性，这才是广大一乐菩提心之法性的。要想到心相续中升起这种法性，必须观修慈母、念母、报恩、慈悲心、救度众生证的福果智能五种因果法或七种因果法。好，现在我们在讲解上师道。
那这样的发菩提心也并不是口风说说，愿救度一切众生均能证得福果，这么容易就能升起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从一步一步在内心当中升起坚定之信念。就像前两天我们在讲解西知识条幅网眼当中的初知识条幅网眼当中明心法的时候，让前面观想的目的就是为了对这个法而升起坚定之信念，在以后消尽一切烦恼的过程当中就不需要走个过程。那我们初次开始修学法行的时候，也必须按照因果无法和因果起法来达到实无量心了。前面这个过程非常重要，要不光走个过程，内心当中仍旧就是这么一回事。就像刚刚所说的，可能多数还在无极之念法行之中，什么都不知，口里走一个过程，没有丝毫之理。所以以后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应该要如实观想，先从知道谁是自己的母亲，再去来呢念这个母亲对我们的恩德，再去报恩，起慈悲心救度众生之力量，乃慈悲观尊者为后代弟子升起菩提心讲解的因果无法，必须遵照他而行之。下面讲得非常细致的，佛者上师也是呢，稍有解释的所说，为了你变故虚空的一切有情呢，弟子也就能专门做样的呢，想一下，我就是为了救度一切众生，光凭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救度母亲的这个观念它并不深刻，只不过是顺到这个书面上面的讲解而走个过程，这没有丝毫之理，因此应该要细致观修啊。好，不管是导师还是弟子呢，双方都眯着眼睛把眼睛，多可怜呐！好，一切众生都在受中痛苦的，尤其是这些众生都是我曾经做过的父母，光口中说说这么一些可怜的词语是起不了切实之作用，应该在内心深处要升起这样的定见，那么必须按照慈悲观尊者所传讲的因果无法来行持实无量心的。好好可怜，这般空度的说大话，这个空度指的是呢不切实际也好，狂言的意思的，就是像不切实际的这种大话没有丝毫之理，也称之为一种狂言，没有任何实质的。当今时代有些伪装成上师弟子的人，暂且不提心相许之中有什么功德，所谓的功德就像这两天所传讲，烦恼减少，信心和慈悲心增长。好，不具备这个条件，就连一丝一毫的善意都没有，这样一来势必有着相当大的危险，谁要记住啊。虽然自己认为自己的修法很了不起的，但是光凭外表的形象是远远不能承担解脱的。当今在世上，有时候见到很多居士乃至出家人非常可怜的，因为自己所知道的就是圆满之法是不可能的，说有时候我先前在修，想教法全都搁置一旁，这是我等历代传承祖师的呢调教方式。历代传承祖师像我们作为应体派或龙舍派的人，这个传承的继承人，那历代高僧大德是这么修的吗？哪一个教派当中是这么修的？当然像历代高僧大德包姆彭广博老人和仁增噶罗多杰乃至禅宗第六祖慧能大师般的根基，他可以这样，但当今末法时代有多少像这种根基的人？非常稀少。所以有时候见到这些人，自以为非常了不起的人，所以真见到这些很可怜很可怜。我们可不能这样的，刚刚已经说过，当今我们行持善法也需要经历很多很多个苦行，绝不能呢做出一些无利益的事情的。所以刚刚已经说过，你们在从事世间事业的时候，总知道亏本的买卖不做的，也就是说付出很多的代价最终没有收获的事情我不做的。先前作为行持善法者也同样一个道理，因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一点都不小，
昨天不是说过吗？凭我们先前的智慧和进入佛门这一段时间的时间，我们把佛法搁置一旁去追求世间的事业，可能也会创一番事业出来，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去做。即便在上班的时候，好的，若要是能上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十个小时，可能挣的钱多一点。即便挣的钱多一点，我们还是呢，好上个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当中，少挣个钱就少挣点钱，因为我要修法的。因此，我们付出的代价一点都不小的。但是，付是付出来代价，最终没有丝毫之收回，那完全是亏本的买卖啊。这都是无知者的行为的，像我们先前具有这样高深智慧的人，可不能行持这样的好像春事啊，没有什么意义。因此都要铭记心中。当然有时候见到一些无知的弟子，我们只能可怜一些，由于他本身业力习气沉重的缘故，即便我们为他解释可能也很难听的，因为如是般的众生世上有的是，尤其三我觉的众生更为严重，没办法。但是反观自己的内心，乃至有力量救度他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些教义，因为这些都是历代传承祖师为后代弟子留下的遗教，我们必须要遵照它，绝不能呢含有一点点私心，要记住这些道理。所以若不具备这些条件者是非常危险的，光在表面上面做个修法的形象者。所以我们首先要从自己的母亲开始观修，指导母亲，好念母亲的呢恩德，还要想到呢报恩，并且呢来升起慈悲心而救度众生，来自安住众生为编织福的果位当中。因果无法乃至悲观尊者之教言，绝不能缺少。现在来讲广大一乐菩提心之本体，也去讲解大士道也好，上士道之法身。圆满法性就是广大一乐菩提心之本体。广大一乐菩提心之本体具备有两个条件和两层含义，就是发菩提心的本体的。弥勒菩萨亲自说亲曰，法心是为了呢度化一切众生，他为利他正求真等菩提呢，求得呢福的果位，就是前面为慈悲心，后面为呢安置于福的境界当中的这种心态。其中第一个条件或第一层含义是以悲心来愿一切有情的，愿一切众生远离苦因及苦果。所谓的苦因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在人天福报当中，虽然暂时可以获得一些快乐，悉知观待在享受快乐的同时，就在遭受痛苦之因。比如我们说是在快乐的时候，口里说的、身做的、心里想的，难道都是善法不成？不可能的，都是恶念的。那么只是临时以前面所承办的善事而享受这么一点点快乐，但实际当中就在找未来遭受更大痛苦之因，因此仍旧在痛苦的范围之中，所以必须要远离这种苦因的原因就在其上。而苦果那就更不用谈了，时时都在身心在痛苦之中。第二个条件或第二层含义是以智慧愿正的菩提，正等菩提。好，愿一切众生都能获得佛的境界，这就叫做愿正等菩提。必须想到获证圆满福果。不正确的人呢，悲心和不正确的慈心是什么呢？尽管想到为了利益众生，就是有这样的慈悲心，我先前看到有些众生都可怜了，好，看到这样的众生都可怜的，但是光凭这一点，但如果没有生气想把终身安置到福地的心念，就是没有想到后念把这个终身获得福的境界，像这种心念，光凭前面的这个慈悲心并不圆满。下面讲的就是这个。那
就只是一般的相似的悲心，它并不是一个菩提心，要记住啊。比如我们平常在外面行走的时候，见到一些呢啊乞讨的人，乃至一些受苦的众生，觉得非常慈悲，心里虽然升起一种慈悲心，但没有想起第二个心念，愿这些众生均能证得福果。那么前面的这个慈悲心就叫做一般的慈悲心，它并不叫菩提心。好的，尽管想到要获证福果，但是如果没有想到为了利益众生的话，那就只是一般相似的慈心。要想到一切有情都能远离苦因及苦果，获证圆满福果，才是广大一乐菩提心的。所以菩提心呢，要分为实属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两种。实属菩提心也就是当前我们所传讲的这个菩提心，要分为圆菩提心和心菩提心。圆菩提心当中要具备慈悲心和愿救度一切众生均能证得福果两种念头心念。好的，心菩提心就是把自己的三门趋向于三法之中，来救度一切众生为心菩提心。那么平常看看我们所谓的我们所说的菩提心是否圆满，就看看是否具备愿和行两种菩提心。若不具有的话，那么即便说是站在上师道的立场之上，但是并不圆满上师道之法菩提心。好，这些都要细致一点呢。若有人问的，这样讲下去还没有讲自断与顿超，难道这样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完全可以的，因为你先前具备修学一切佛法之基础的缘故和他的能方便的原因，因此以后从事一切善法均成为解脱之因。若要是不具备以上这些条件，即便你所从事的善法为自断与顿超，甚至禅宗明心见性承办解脱，还是极其遥远，由于缺乏基础的原因。所以要记住这些法都非常重要。如果有人问的，这样的心态在修行的时候怎么修呢？上面所讲解的像这样的菩提心本体。好的，首先要从自己的亲生母亲开始观修。先前在汉地，在汉地也有很多人呢传统美德的，像五千年留下来的传统美德当中呢，孝敬父母，尤其是像刚刚所讲解的知母念母和报恩往昔是不缺少的，人人都必须要做到，形成一种法规。但先前由于时代的原因的吧，已经越来越淡薄了，说是在追随西方的文化，因此对于自己的父母呢越来越淡薄，乃至越来越变成仇敌。先前在汉地，儿女打一顿父母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了，就觉得非常正常，为什么不能打？要是不能打的话，为什么你要生我的？你生我，我就来打你的。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一种呢谬论。说是在学西方文化，但我想西方也不会是天天儿女拿着木棍天天追父母的吧，父母天天在街上跑的，说是后面儿女在追的，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这样的吧。所以我们当前作为一个修学佛法的弟子，像这种传统美德绝不能缺乏的，因为它就是我们的行为。佛教所传讲的一切都是讲解做人的道理的，连起码做人的一些呢常识都不懂的，说承办解脱谈何容易啊。因此必须先从自己父母开始。但有时候可能有些会觉得汉地可能由于物质太丰盛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所以像有些小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就开始离婚，所以小孩子心目当中觉得父母对他的恩德并不是很大。但是要记住，虽然在后面养育你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呢就做到父母的呢像这样的一个责任，但要记住初次开始生你的时候
父母还是非常非常之强烈的，我们在下面可以就可以知道一些的。好的，首先要从自己的亲生父母开始关心，在逐步扩张到遍布虚空界的有情众生，有时候对自己的父母都不慈祥的人，说对三界流去一切众生有慈悲心的，谁行啊？完全是一个了狂言。从熏香的身世和投入父母的胎，乃至先前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有多大，连这个报恩的心都没有的，说对三界流去一切众生，我平常呢看见他们非常非常可怜，完全是一个呢虚伪的，一点都不切实际的。我们可不能做这种没什么必要的。我们先前所承办的一切是为谁看呢？好的，若真有一个看的话，那就要让阎王爷看我们的修行。你们不是说阎王爷很恐怖的吗？好，你看着我的修法，当我的修成的时候，我看看你恐不恐怖，就让他看。其外所有一切众生，即便怎么赞叹你，都没有丝毫之意。好的，所以往下看，先要从自己的母亲开始观修，再逐步扩展到遍布虚空界的有情众生。起初应该视为虚空周边之处，好，遍布了有情，有情周边之处充满着也感痛苦，凡是有众生的地方都在遭受着痛苦，充满也感痛苦的一切有情，从无始时以来无一为承担过自己的父亲母亲亲友，进一步地说，没有一个有情曾经没有做过自己母亲的众生，不仅仅一次，还做过很多次。就如同呢普贤上师演讲当中说，就把整个大地的灰尘作为一个碗的，就指尖大的碗的，就把整个大地都变成这样，一个众生做过自己母亲还不止这一个，那你说有多少啊？我们把呢亚青石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山做成一个碗，那还要做多少？甚至我们这座的人一辈子也做不完的吧。那就是说无始以来至今，我们说一只狗的母亲比他更多的意识的。在做母亲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以最大的恩气抚养我们的，从投胎乃至了呢生长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父母对我们没有恩德的。就拿现在这位母亲来说吧，曾经无数次当过呢自己的母亲呢，就是仅仅先前的这个母亲，无始以来可能做过很多很多次我们的母亲。我从无始以来直到现在，好，漂泊在轮回之中，就即便是巴掌大的这个地盘之中，也曾经多次生过死过生过死过，多次生死过的这么巴掌大的地方。虽然我们从了千里迢迢来的这个地方，初次来的时候都觉得陌生，但是从无始以来说，我们在这个亚青石这个地方投生过多少次的，不管当时是旁生的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非人，在这个地方死过多少次的，若当时我们所有的尸体能堆积在一起，可能比卓大山还高的。所以讲解这些的目的，就是在呢要报恩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除了地狱众生和多数天人之外，地狱和天界的众生是不需要依靠父母，他是化身的，不需要依靠父母就能生长出来。那时候上师说，有一次他在观台有一个众生的灵魂，突然看到就在天界呢变成一只鸟，就在他的母亲身边，但是他的就是那个小鸟和母亲呢长得一样高的。当时上师呢当然是一种谦虚，好像不懂一般，就问另一个堪布，另一个堪布说当然是这样，因为天界的众生都是化身，所以他不需要像胎生的呢或死生
和孪生班慢慢慢慢就会投成这样，他突然就变成一个成人，这很正常。所以就指的是地狱和天界的众生呢，他是化身。所以在生长的时候，由于像地狱的众生业力沉重的缘故，当下遭受痛苦，不需要依靠父母。死的时候呢，业力消尽，同时也不会留下尸体的。天界的众生由于有路功德呢，这个机制太大的缘故，所以在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候，同时当下就可以享受这样的快乐，他也是化身的。在临终的时候，顺到他的这种的业力消尽，也不会留下尸体的，这就叫做化身。刚刚所讲的，除了地狱众生和多数天人之外，没有母亲就无法出生的，都是要依靠母亲而生的，而且也不一定总是一个有情当母亲的，一切有情都不止一次当过我的母亲。当母亲的呢次数实在不过十亿，如果母亲的呢边际没有一个尽头，就是可多得不得了啊。如是观想，我们今天有一个母亲，我们前世有个父母，前世的前世有父母，前世的前世，我们是何时形成众生呢？大乘法讲究无始以来没有一个开头，那细致想想，那当所有一切众生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不仅仅是一次啊，还是很多很多次的。以上是子母的内容，但这里头还需要了解的是，因为我们这座的弟子都是修学密宗的弟子，但是在讲解根基的时候，密宗还要讲解一个自性根基。在讲解自性根基的时候，与刚刚所讲解的五识依赖，好像从次序上面有些相违。因为我们在讲自性根基的时候说，缘是机缘，以机缘而到的时候，乃至今天时间越短，好称为上等根基，越远称为下等根基。那若要是这么很短的话，不一定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父母，或刚刚所讲解的五十一来不是有些的背道吗？但这没有丝毫意义，已经达到一致的。我们当前如是修学的目的，从大乘法当中并没有讲解自性根基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心智三法当中，一切众生就是心智菩提心或菩萨心的缘，要达到平等，没有一个失态，就要做到这一点。所以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父母。但是密宗讲解自性根基，密宗的前提是什么？在知受本体为密宗的前提，因此即便讲解后面一切法语，都是在平等状态之中，效果完全一致的。哎呀，知道这个，要不天天像显宗和密宗，还天哪，太有差别了。密宗好像呢，只有一段时的呢，就几千世、几万世都有可能是，那就说明，即便是一千世呢，那只有一千个母亲，不一定所有的人终身都做过我的。这两者之间呢，可能有很大的区别。但已经我把这个疑问消除了，不要带着疑问的，天天都在讲。带着疑问对你以后的修法会造成极大的障碍。当然刚刚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有些弟子可能已经意念到我这两者之间可能有时有点背道，但是大部分的弟子觉得哎，这个很好听，这个很好听，但刚刚所说的自性根基早已经放在背后很远，比人呢非洲还远的，可能放在那个呢无人知晓的一个地方。刚刚在讲的过程当中，谁都没有意念到自己，不行的，这样不行的，因为我们是修密宗的弟子，可不能这样一根筋，上师怎么走我就跟随着他走了。刚刚已经说过，野谷追人呢不是一件好事的。好的，就如是要这样观想的。以上是子母之内容，第二是念母，特别要观想现今的母亲的。自从我漂泊中阴的呢，寻香圣师，这里是什么？因为在中阴的时候，他并不像我们一般的可以坐下来吃饭、吃菜等等，能闻到的一些
比如说熏香的，也就是说像烟供里是味道，它就可以饱肚子等等。那当时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平常做烟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终结的一切众生不遭受极大之痛苦的。但这不仅仅是当时饱肚子，依靠这种烟的味道，好，具备有很多诸佛菩萨心咒的加持的，所以闻到这个也能消尽他的烦恼，可以获得解脱，能起到这个作用。所以一号做一些烟供也好，是非常好的，但是条件必须得成熟的。以前我在汉地大城市当中也有一些居士，平常以烟供为主的，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想呢，我们行持的善法不仅仅是一个烟供，还有很多很多，为什么要选择烟供呢？历代高僧大德曰，从事一切善法必须要和与当地的呢环境适应。当时我就问这些人，你在学校乃至在你们单位做烟供的时候，没有其他人会诽谤你的行为，这倒有，那何必去这么做呢？以你的一种善法行为会导致这很多人更对佛法产生诽谤，以前可能觉得好有点的行，越看到你的行为不想的，这是什么佛法，说是他在九度六道轮回的，他会相信有六道轮回的吗？他可能会想的，你把那么好的东西都在火上这么乱烧的，还不如把这些东西来积到一些灾难的地方。当前世上各式各样的灾难可多得不得了，像比如去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多少多少家庭呢无家可归的，但为什么不把这些挤到这些人的手中呢？你真的要是有善心，因为先前汉地很多都是唯物主义者的，你说唯识呢，连唯物还没有来解释好之前，谁会相信你的唯识啊？所以天天都在讲解，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遵循当地的。从事善法有很多种的，但是我刚才说讲解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如是承办一些功德不过失也。因为我们从事善法不仅要救度的六道轮回之众生，还要让现世所有的众生以我们的行为作为榜样，让他们也去入佛门之中。但你天天在门外烧个火，把很水果啦汤啦很好的什么什么好吃的全都往上面烧的，说这样中医界的众生就能吃得到。所以有时候这个呢当然有一些道理，但是行持善法必须要遵循当地的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之下，救度众生的方法可多得不得了，何必要去从事这么一件善法呢？做事情应该要三巧一些啊。当然在高原地方长时间居住的弟子，乃至平常回到自己的奶奶住处，像汉地一些寺院，但有些寺院呢不接触密宗的一些法师，但这时候你也不要来一根筋的说不行我也得烧的的，但这也没有什么必要。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做一些烟供等等功德是具有的，但不仅仅是具有，非常非常大，但这些呢都还是能遵循一些条件最好的。好的，像这样的神事经受到的达恩母亲的胎中时期，好，足胎呢九月十天，母亲全然不顾呢罪恶痛苦和恶语的，他人可能会说一些很多很多不好听的话，乃至呢把他自己身体的营养或平常呢的吃饭一切食品的精华啊，经过了呢自己的祈祷滋养着我们。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即便像历史上我遇到有些居士有些出家人说，他有时候报恩呢怎么都想不起来，因为他从小时候父母就了呢，可能就他的婚姻不如意已经分开，所以对后面呢小孩子没有做到父母的责任，因此他就呢一直怨恨父母，对父母的恩这种报恩的心理也不是那么很强。但即便当时是这样的，细致想想，你先前形成的具备有时间和出时间两方面发起的人，那这是谁给你的身体？还是父母的。
当父母在入胎九月十天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遭受着多少个痛苦的，但即便当时是这样，父母还是想到我已经有小孩子了，是一种喜悦当中呢遭受就忍受这种痛苦的。因此习子观待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不可思议的。好，这就是生生之恩。接着是出生的时候我，你说你时候的我，这个我说是一个活着，是一个活人，连头都抬不起来的，怎么能算是活的呢？那你说当时这个人是死人的，那气还没有断的，所以也不叫做死人。就是那副要死了呢不活眼眼巴巴的那个样子，在生前的母亲面前，母亲要死的我们并没有让我们死的，要腐烂这么放下去的话可能就会腐烂的，但腐烂的我们母亲并不没有让我们腐烂的，如实放下可能就会来变干的，要干的并没有让我们干的。习子想不想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有多大，想不想先前我们可以从事时间与出时间一切，虽然你心中有多么大的怨气，习子观的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已经超胜一切的，要是没有父母的话，那先前我们具备有这么好的条件吗？时间和出时间两方面，母亲能满怀着生子的最大喜悦的双手搂在怀中，以慈爱的心抚摇着我，以含笑的目光呢凝视着我，以温存的呢爱曾呼唤着我啊，我的宝贝等等等等。细致观待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是观想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知道先前母亲对我们的恩德在逐渐开始的呢扩大扩展，想到三界六趣一切众生曾经做我们父母的时候也是如是具恩德的，因此先前作为我儿女在报恩的时候应该要救度这些众生从轮回苦海之中获得解脱，你才有更深刻的这种感受的。若不去观想，只是走一个过程，愿三界六趣一切众生就能沾到福果，但这种感觉绝不会很强烈的，即便口中如实说说都是一个过程的。所以像这种呢修持因果无法就因果起法绝不能缺少。好，当时呢母亲用最初的食物的甘甜的融资赋予着我，以最初的衣裳呢把自己的体温好暖热我，当时一切母亲都是这样的，把最好的食品先给我吃，即便母亲离世了没吃过这个东西，她还会想到自己家里的儿女先带回去让儿女吃的，即便母亲有多么大的奶奶像食欲他也会把它包起来的，即便最多舔一下也不会把它吃光的。以前我们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的抚养着我们过来的，应该要知道他们的恩德的，绝不能因有时候我们习气烦恼沉重的缘故就觉得当时父母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等等，不能呢起这样冤敌心的。把最好的衣服，即便父母在外面穿的衣服有多么难好难，他也要把最好的衣服让儿女穿上。最好的衣服呢，先给我穿的，用手抚摸着我，到底是饿了还是饱了？若要是饿的话，即便就把它放在家里话。出门的呢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心里想着家里的孩子会不会饿着的，会不会冷着的，天天都想着这一件事情，所有的父母不是这样的吗？因此从念母亲的这个角度当中我们得细致一些，要不救度众生的这个信念很难升起的，即便走一个过程也起不了切实之作用，应该要知道这些的。
用嘴喂根喂我们吃饭的，因为它要是太烫的话会烫着儿女的口，若要是太冷的话怕儿女的肚子呢又不舒服的，因此像冷和热用它的舌头来舔。轻轻擦去我们的鼻涕的，用手呢还擦拭我们的脏物的。显见有时候像有些儿女在养育自己父母，父母不能起床的时候觉得父母很脏，请想想我们小时候若要是父母觉得我们很脏的话还会变成这么大的吗？早已经呢像刚刚说的该干的干了的，该腐烂的腐烂的，该死的早已死了。所以在黏膜这一方面呢应该要细致一点，因为在汉地由于很多人都在学什么西方文化，导致这现在父母要是说两句话儿女呢不直接打过来定个眼已经形成很正常的事情。有时候我到汉地的时候见到这样的儿女，虽然我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见到这些层真的心里呢很不舒服的。荣国登档案根本上是那么人不清，今年有83岁了的。那若是呢一个平常的人那已经是爷爷的地位了，但先前上是一想到自己母亲的时候，每当一说母亲的话就会来了会流泪。想想作为一个初时间修行者的，与时间不同的地方就在此上，要记住这些的，要不然想不到这种心智散法当中完全是走个过程而已啊。好，第一，刚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我们不会吃饭的，母亲教我们怎么去吃饭的，从小时候开始这样的饭不能吃的，这样的呢会拉肚子的，应该这样吃饭等等，像从小小的事情教我们做的。不会说话的时候从第一个叫母亲叫父亲开始教我们说话。不会走的路的，即便母亲当时把所有的事情都搁置一旁，也拉着呢儿女的手慢慢让我们呢会走路的。口中无事呢，我们生出来的时候谁带着呢所有的财物跑到母亲面前都是空手进入来到这个世上的。口中无事，母亲把自己所喜爱的一切食物都让我们吃的，手上没有一点点财物的，我们出来的时候是空手来到这个人间的，母亲把所有的东西赐予给我们，身上无衣给我们衣裳，以最大的爱心抚养着我们成长，对我们恩重如山，那就更不用谈了。所以时时要念到母亲的恩德，若要是想不到这一点，即便我们先前从事一些善法说救度一切众生，可能只是走个过程而已，细致要想到这些道理，即便它是一种共同法，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好的，以上一念母亲生生赐命给财教时间知识恩德，是从时间法的侧面来概念恩德的。从时间的角度当中，母亲对我们的恩德可大得不得了。所以像有时候了，可能就是我们佛法的一种传统也好，一种惯性，乃至呢因为藏族人呢对这方面是非常执着的，可能也有这方面的一些习气吧。当我平常在面对各式各样弟子的时候，即便到达汉地见到有些居士对父母非常非常的慈祥的这样的居士，即便就形成在我的身旁也是一个最亲近的弟子，我就觉得这样的居士才是最可靠的居士。即便这位居士平常对于上师供养有多么大，即便平常这位弟子从事自己的事业有多么光大，但是他第一对母亲不孝敬的时候，那我决定会与他远离的。因为当前我并不缺吃也不缺穿的，我为什么要依着这样一个人呢？所以可能你们以后也会看到在我身旁的一些最亲近的一些居士，从时间的方面孝敬自己的父母乃至做人方面应该是比较不错的，要不我不是一个呆子也不是一个傻子，不是谁对我好一点呢
没有什么过根源，我就会呢对他非常自卑，不可能的。这可能也是呢我们佛法的一种法规乃至一种习气的吧。因此我们以后也应该要做到这些道理，要不光在口中说救度一切众生，若没有一个实际行动，乃至没有一个像刚刚所讲解的这些念母之能呢，这样的一种信念，怎么对众生呢从事一切善法？不可能，完全是一种虚假。所以要记住，前一段时间像有些居士带着小孩子说，听汉地的一种教育说，小孩子进入早期进入佛门不好，今天看看好不好。进入佛门的目的就是让小孩子知道什么叫做报恩，什么叫做做人的道理，什么叫做呢品德的，就是讲解这系列的一些功德。难道小孩子真不能，小孩子一生我想的最缺乏的就是这一点，从初次开始学一些知识乃至做人，这些都不可缺少。由于不懂这些做人的原因，当今很多人就违反国家很多很多法规，都是由于呢与品德乃至很多方面原理消失的缘故所致。所以回去的时候，即便自己的小孩也从呢像这样千辛毕万龙开始，让小孩子们有时候空的时候看看一些，他就知道一些做人的道理。即便以后从事什么样的事业，但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以后可能就爬回出家。那要是真正他有出家的缘分，即便你把他呢困在家里拴在家里，总有一天一旦脱落，他可能又会进入这一道，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以先前作为父母乃至旁边的一些道友，我们先前最需要做的就是要将他们一些做人的一些道理。好的，这些都非常关键非常重要。以上是讲解站在时间的立场之中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好，下面是讲解从佛法的方面而言，居住十八峡门的这个珍宝人生也是依靠深恩母亲而生的。若要是没有母亲的话，今生我们能活到这样的人生吗？若要是没有这个母亲的恩德，我们现在可能还在中阴界当中。好，这个生死仍旧是一个寻香之生死的，可能还在漂泊在中阴界当中。由于先前我们这位恩种入山的母亲呢而赐予给我们这个身体，因此又赐予给我们这么好的缘觉，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大力的。如果没有母亲，首先无从发起，从修行的立场之中来说，如果没有了像这样可爱的母亲，那首先无从发起殊胜菩提心。那我们以什么缘而发菩提心呢？没有母亲的话，若要是没有母亲的话，像这种深爱的母亲，那中间无从修学菩萨心的。如果不具备菩提心和菩萨心，最终显现圆满佛果也就无从可谈的，只是说说而已。所以从行持善法的角度当中来说，母亲对我们承办解脱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缘。所以起初发菩提殊胜菩提心，中间的修持浩瀚如沿海的菩萨心，最好显现圆满佛果，也是来自于母亲的大恩大德。所以时时要忆念到这些，而且还要忆念如今修行正法的呢顺缘。比如说当前我们在行持一切善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住处，我们的睡觉的床的，我们的所有的一切自觉，都不是一切有情父母赐予给我们的吗？要不我们到哪里去挖你的？要不我们从事个什么样的商业去了呢得到这些东西的？不是，都是一切有情父母赐予给我们的。所以站在佛法的立场之中，母亲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以上称之为言，就是言到母亲的恩德。我们在去年讲写普遍圣礼的时候，我在里面也写了一个了约下思量的，这并没有参与一点点实行的。可能有时候常在我身边居住的一些居士们可能心里也会这么想的。
实际上真是这样的。所以一号要记住，对母亲方面应该要有更大的慈悲心才对的。要不我们天天传讲那么多的佛法，天天讲这一些空性什么明了自己一些道理，真起不了切实之作用。应该要从基本开始做起。好嘞，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么多了，明天继续开始讲解报恩。好嘞，下面我们就开始呢回向了。此时所听闻的一切善法和过去所承办过的一切善法，未来即将要承办的一切善法，乃至终身所造的有漏功德和诸佛菩萨所造的无漏功德聚聚一起，愿三界六趣一切众生暂时获得呢心想事成，前除一切病魔，究竟呢如实般证悟到究竟果实。因此我等答案根本上是南无仁波切和法王如意宝，以及历代高僧大德如何回向给众生，我就如实回向，并集体念诵回向文。